主料，土豆一个，芸豆200克，辅料，鹿肉汁，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芸豆清理干净，用手掰成段备用。土豆切丁，我用了准备炒土豆丝的材料。卤肉汁备用，先爆香锅，加入芸豆，盐翻炒至软，加入土豆和卤肉汁炖煮，炖至所有材料软烂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